老太婆，不要走。干什么？小姑娘，快放开我。你刚才踩我脚了，快给我道歉。你算老几，我才不道歉。 What？ 前面的两位女士不要在这里争吵，有本事你把她带走。带走就带走，谁怕谁。我靠，牛逼。好了，开始检查护照了。拿去你的护照。慕容小丹，22岁，空姐。好，请通行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帅哥，我来了，我这里有300块钱，你让我过去好吗？行吧行吧，你赶快走吧。下一位下一位，赶快把你的护照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巧男，年龄23岁，名字和年龄都对不上啊。保安，快点过来把他抓走。不要啊。 OK， 开始过来扫描了。第一位空乘小姐姐，我看一下，身上有可疑物品，过来我们搜身。手举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没事，我们再来搜一下。这里这里，下面一点。好好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身上藏把玩具枪干嘛？保安，快点过来把他抓走，这是太吓人了。